我倒知道，你多想想也会知道的。我再也不要他了。大家来看，这是个什么坏东西啊？哟，坏东西！他醒了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什么宝贝？我再也不要了，不要了！王宝，你怎么了？他还迷糊着呢。考试了，让我们小组抓紧温课。我们是来找你的，走到我家去，我们走吧。好吧，那我们快走吧。走走走走吧。奶奶好。奶奶、哦、奶奶。小宝，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糖糕，来，大家一起来吃。不，我们走吧。来来，进来。谢谢谢谢哥哥，我要吃糕。给你，这个给你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这个宝葫芦给你。宝葫芦，宝葫芦，你拿着好好玩啊。嗯。别上他的当。嗯。什么宝葫芦啊？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故事。我啊，上了个大当，等会儿讲给你们听。那我们走吧，奶奶再见，奶奶再见、哎、奶奶再见。你上哪去？到郑小东家温课去。快穿上外套吧。我不冷。书包我自己会拿嘛，以后什么事我都要自己做了。小宝，你说什么？奶奶，以后什么事我都要自己做了。王宝，哎，快来呀，来喽。这孩子变了。